今天在这个地方有四部微电影要发表。之所以一口气发表四部微电影，是台南圣教会要去角逐金鹰奖所推出的。让我们听听导演如何诉说微电影想要传达的意涵。其实就像那个图片上，就是说，如果快乐不能与人分享，是不是真的是快乐呢？我们的题目也是礼物，那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在这当中伏笔了很多相关礼物的事情。故事主要的是要诉说生命是神所赐，是最棒的礼物。父母是上帝给我们一个很好的礼物，因为这就是圣经所说的，就是两人成为一体，然后之后会有后代这样。在拍摄过程中遇到很多的难题，也有很多事需要克服。怎么样去体会这角色，其实真的很困难，因为自己没有完全没有当妈妈的经验这样。整个到年老的这个部分，其实是对我来说是很大的挑战。所以我们是比较偏向团队，就是我们常常在执行某项事情的时候，我们是好几个人同时讨论说，哎，这么做会不会比较好？然后我们去这样子找出最佳方案。听完记者会的介绍，想看更完整、更精彩的微电影，请见台南圣教会网站 TNHC 记者采访报道。